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表妹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就是音效又又又又更新了。Let's go， 跟随表妹的脚步，一起来看看更新了什么吧。这次呢，更新的应该是新年主题，然后呢是 1.038.12 版本，更新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大眼怪，放大给你们看一看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类似于中国结的发带，新年新气象，卡上这个小发带，你就是最靓的仔。别的倒也没更新什么了，我们进去看一看吧。 OKK， 表妹现在已经进来了，我们现在飞到男主家的门口，让我们一起看看道具里更新了什么宝贝吧。一朵蓝色的小花花，哇塞，更新了一个我们中国过年每家每户都会贴的福字，红红火火，太喜庆了吧。还有一个中国结，自下装修房子就可以挂上面了，底下的流苏竟然还会动，这个细节真的是太满分了，给官方一个好评哟。哇哦，一个大的中国结，底下有两个流苏，一晃一晃的，真是太好看了。还有就是更新了一个爱心的板子，可以更换大小和换颜色，再上这个小台子，你就是女明星本心。还有就是官方更新了小花园，随时随地就可以种上满地的花朵，太好看了，我想没有哪个女孩子能拒绝这么好看的花朵吧。道具里面的物品大概就更新这么多，我带你们去看看别的。我们呢直接传送到农场，在农场的旁边更新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爱心房，整个的房子设计的就是一个爱心主题的。哎，我看见了什么，那边更新了温泉，感觉比小木屋那边的温泉还要大，嘿嘿，表妹怎么能错过这么好的温泉呢，我们来泡一泡吧，真的是太舒服了。这个位置就在农场的旁边，你们可别忘了来这边打卡哟。哦，真是太好玩了，舒舒服服的泡完了温泉，我们就去看看那个爱心房到底长什么样子吧。终于落地了，哇，这个房子可真大呢，房子的侧面是粉红色的，我们来到房子的左侧面，点击动作，这个梯子它就自动放下来啦，别的地方可不好进去。好激动好激动，迫不及待的想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。哇哦，这里有一排红色的心形板凳，跟我头上的发带好般配呀。咦，我们去二楼看一看。哇哦，底下是红色板凳，上面是蓝色板凳，都好好看呀。你们是喜欢红色板凳还是蓝色的呢？想象一下，坐在这里和朋友喝着下午茶，这也太舒服了吧。废话不能再多说了，我们去看看三楼长什么样子吧。哎，你怎么还坐着呢，舍不得了是吧。冲冲冲冲冲，还有最后一楼。哎，上面怎么什么都没有。那些心灵手巧做建筑的姐妹们，这下可有的忙喽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房子是双拼的形状，旁边还有一间房子呢，差一点给它漏掉了。哇哦，这张床的色系也太粉嫩了吧，这必须要夸夸官方了，这里还设置了一个换衣服的。换什么呢，换一间粉色的吧。哟吼，我来了，躺一躺这个床，太舒服太软了，这张床侧面看着有点像夹心饼干呢，不说了，给我都整饿了。以上呢就是这次更新的主要内容，耐心看完视频的小可爱别忘记在评论区打卡哟。我是表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喽。